唔得，我都要加埋金。嚇？梗係做老公揾工㗎啦。哦，我都要。咦？但係不過你唔使啊。係，不過你唔使啦。你都唔使㗎。你都唔使㗎。你都唔使㗎。我係啊，你哋都唔使啊，你都冇啊。我呢啲唔係叫冇腦，我呢叫反應遲鈍。今日係我哋歡樂馬九第一屆正式冇腦協會會長選舉，有請四位候選人。花姐覺得今日邊個會當選啊？梗係 Bobo 啦，一定係 Bobo。點解？冇得解喎。嗱，雖然 Bobo 反應快啫，咁呢個遊戲咧係你要思考完之後再作出反應噶嘛。咁你思考嗰一 part 都已經慢咗咯，係啦，咁就冇噶啦，冇噶啦，係啊。總之我覺得絕對唔會係我啦。知嘛？嗯，我覺得應該係 Bobo。我覺得今天來陪玩啫，我對自己有信心。恭喜 Bobo， 今天 Bobo 應該是大熱啦啩。一陣會不會因為吃嘢而唔記得跳咗定跳咗？Bobo 聽講你是大熱啊？大熱咩贏啊？係咪啊？你自己諗咯。咁如果你覺得你是大熱嘅話，咁邊一個會係當選啊？今日？當選是講緊當選贏定當選輸啊！而家開始好緊張。你覺得今日邊個會當選啊？我覺得千華有啲可能，因為佢咧，佢平時拍片嗰啲反應好似有啲頓。即係你相信自己一定冇可能啦，係嘛？我機會微啲咯，我覺得。各位請細心留意題目啦。好，第一題，請跳向我嘅右手邊。好，預備，三。二一，好，全部都啱嘅。OK， 緊張，我啱諗咗好耐咯。英文字母 B 前面嘅字母係啲咩咧？黃色係 W， 綠色係 U。預備，三二一。黃色係咩啊？跳。藍色係 W， 呢個係 U。藍色係 W， 呢個係 U。好啊，好似唔得 W 啊嘛 ，W 咯，系，好，今题 Bobo 啱，哇，系喎，系我系一个 W 系喎，一早都系 W 嘅，我都几惊，我都唔知啫嘛，唔系啊，系佢讲红色嘅色啊，一公斤嘅棉花同埋一公斤嘅铁，佢边样重啲咧？黄色嘅棉花。樣重，棉花喎，點解棉花？一支名貴嘅棉花，同一公斤嘅棉花，我有條片有，燒肉片，一百斤嘅棉花，一百斤嘅棉花，一百斤嘅棉花，一百斤嘅。華俊係姓咩嘅咧？黃色係楊，綠色係梁。預備，三二一。呢個我唔識啊，啲鞋。你叫咩名啊？華俊。邊個都知道啊！係你呢個黃潔欣定陳潔欣啊嘛？係啦，呢個我炒嚟要諗。我第一個又遊咗邊啊？哥哥咧，今年十歲，弟弟嘅年齡咧係佢嘅一半喎。咁哥哥26歲嘅時候，係弟弟嘅幾多歲咧？黃色係21，綠色係13。好，預備，三、二、一。答案是21。等等，原來黃色是21啊！點解差咗？唔係，睇題目都係一種智慧嚟㗎。我忍，我想跑先，我同你哋計價。我想問 Bobo 點解會揀13咯？你有誰知道啊？20做幾多副咪13咯。
咋？數學題嚟㗎。一等于五，二等于十，三等于十五，四等于二十，咁五等于几多咧？黄色系二十五，绿色系一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喂，保住先。系咪啊？唔系咁，唔系跟住去嘅咩？一，答案系一。耶！一系一等。一等于五十五。哦，系喎，原来我真系好聪明噶。前日咧系星期三，咁后日嘅前一日。黄色是星期六，绿色是星期五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跳。答案是星期六。咁咧，大家都知道月份是有分大同细嘅嘛。咁十月咧系属于大定细咧？黄色是大，绿色是细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跳。我真系大定细话，即系大定。答案是大，系，我系要大噶。其实我捞唔到啊，谂住十，一十一定系大啦，五十，十系大，因为我唔知数，我就觉得一，唔系，我系生肖啊，龙嘅前一个生肖系啲咩咧？黄色系兔，绿色系蛇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跳。鼠牛虎兔啊，鼠牛虎兔，龙马牛鸡狗猪，耶！答案是兔，呢度系蛇嘛？蛇系兔咯，兔咪啱咯。兔话，兔话，我哋唔好怀疑，我怀疑自己，我都冇怀疑我自己啊，我都冇怀疑。倒数第二题，你爸爸嘅爸爸个仔嘅爸爸系你边个咧？黄色系爸爸，绿色系爷爷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跳。爸爸的爸爸的仔的爸爸是你哪个？爸爸嘛，你的爸爸。你知道你的爸爸。我不要爸爸。好，第七题了。好，你现在跑的马拉松，那你是第三名，过了第二名之后，那你现在是第几名？黄色是第一，绿色是第二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。第一、第二，这边。過了時喎，過了時啦，其實都係難，因為三圈真係好緊張嘅。你同豬有冇分別咧？黃色係有，綠色係冇。預備，三、二、一，跳。黄色是南极，绿色是北极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跳。现在就是我这个荣誉会长帮前任会长连任，恭喜晒你啊，波波，你实至名归啊，实至名归，哇，好亲你啊，真系，恭喜恭喜，大家嘅劳师啦，好，我今日人头猪脑啊，我要交俾你个权杖啊，系啊。想不到不要緊，你有什麼想跟家庭觀眾說呢？喜歡我們這條片的話，記得 Like and Share 和 Subscribe。 我們下次再見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恭喜曬公公，恭喜公公，恭喜公公，恭喜順天平。喂，我中獎有沒有獎的？我也負重了，我也負重了。